年前一定有很多采买年货购物的行程。这个 Valentino WC 链带包 ，logo 与包身同色，显眼却不突兀，是一个具备功能性的时髦配件。Burberry 的 Lola 包使用柔软的羔羊皮，整体气质比较随性，再加上拼色设计，更有街头潮流感。Tots Basel 手提侧背包，简洁经典的设计，搭上2021年度代表色亮丽黄，活泼又不失品牌精神。Longchamp 的 Amazon 两用包有优雅精致的外形，同时不失休闲随性的风格。Prada 二合一包款采用轻质尼龙制作，轻巧随性，是走春出游的好选择。Bottega Veneta 的 Jody 迷你包，红色纽结象征节节高升，适合轻松不想多带东西的聚会场合哦。新年聚会首发就带上气场超强的 Valentino Super V 肩背包 ，V 字 logo 独特显眼，背上它有如自带 spotlight 的巨星登场。Longchamp 的芙蓉蕾后背包，大容量超好装，空出双手出游更轻松，硬挺的皮革让你率性展现自我。今天为大家介绍四种不同情境的搭配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中获得灵感，在春节假期中成为各个场合的时尚焦点。如果有喜欢今天的介绍，欢迎来到圣人昌内湖旗舰店参观选购。我是 Irene 老师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